係我成日我話打波嘛，打籃球我記得即係我永遠都唔會放棄噶嘛。咁我輸十幾分喎，咁我就輸咗就得翻幾分鐘。最嗰日撞啲隊友狀態唔好，我啪啪啪又快攻啦，追一望，點解得我一個人嘅？全部企曬喺度放棄啦。我記得我又唔係有得追啊，機會換個後備出嚟，有後備出嚟到我追，我望到佢同我一齊追緊。有人相信我讲嘅嘢。世界太可怕，变强大到学会不怕。如果你唔信嘅话，企喺度继续入波人哋敌队，你已经完咗一场比赛。结果最后入咗一球罚球，先十几分就追咗，最后一球罚球啱啱好赢一分完场。所以对我嚟讲呢个启示系好大嘅，因为当其时我只系谂住我要赢呢场比赛，要努力。是真的有可能，因为你跟我一起走好嘢，哎呀又被人入了球，但我们都是一起追，是很重要的这件事，团结很重要。将你遇过苦难声话，处变不惊，不用情绪化。